第二十一题，下列电路图中三盏灯泡的连接方式哪两个电路相同？我们看到呢，这个甲啊，应该就是三个呢电灯泡呢都是并联的。那我们的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灯泡是并联的，并联完之后呢，再去串另外一个灯泡，并联完再去串另外一个灯泡。那么丙呢，是应该是两个，这两个呢先是串联的，串联完之后再去跟另外一个呢来到并联。那么丁的图有点比较奇怪，那我们就要去看看，看不懂我们就重画，然后我们呢重来画。那么有个电池，电池呢，电池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电池出去呢会接到一个灯泡，灯泡完之后呢又分成两条路啊，就这里，兵分成两条路，这两条路上面呢各去接一个灯泡，接完之后他们两个汇合。汇合完之后就拉回我们的电池，哦，发现也是两个并联之后再跟另外一个串，所以我们发现它是跟乙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乙丁的接法是相同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三盏灯泡连接方式哪两个电路相同？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乙丁。